圣教啊，乙未年十月十八日，谢天恩齐安消灾法会坛上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，坛上朱圣灵和所有贤士同修，我们合掌一起恭念黄传老祖赞记：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们乙未年谢天恩齐安法会啊，在十月十八日的当下，我们早上恭诵维新圣教三十经，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啊，下午由我来为各位讲解鬼谷先师天德经。上一节为各位讲解这个法缘，法缘里面也藏着无限的天机，而我们的财不是只有世间的财，也有天上的财啊。财的总观点是智慧。接下来财就是人才啊，这个财一个有贝壳的，一个没有贝壳的财啊，两个财都很重要。你要有贝壳的财，必须要有先没有贝壳的财。没有贝壳的财就是智慧。你要做事业，也要有智慧。所以我从72年1月15日开始行道，用毅力人天。好多好多的十方善信大德都会来问我说：“老师啊，啊，为什么我没有财？我就用意卜卦，卜出来命中若有自然有，命中若无莫强求。啊，卦中没有财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你非常有福气。”你不要为了财要嫁的多余啊，不要为财来跟利息来讨价还价，你三餐能够过就很好了。还有的说啊，好恭喜你的孩子都非常有成就啊，就是这个财。啊，有的呢看了看看啊，卦占出来终身财富，卦中财爻旺得不得了。我讲为啥啊？哦，你这囡仔很有才气耶。我哪有啊？我囡仔白卡，
阿弥做完悔，好财就是福，做福。所以他没有很健康的身体，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慈悲的心，啊，所以他有很多的福，很大的福，啊，来给你赚大钱，然后你的钱以后都留着给你的孩子。你说，哎，老师，你也够够力哦，啊，他这个孩子一出生来，身体就有残缺，但是他的事业开始突飞猛进，哇，所以你要对他又好嘞。哦，所以我们信徒来说，师父啊，原来赚钱不是要有健康身体，归逃归闹才会赚钱哦。我们不是，憨厚，有福气，啊，心地慈悲，啊，思想有爱，绝对会赚钱。所以这位先生呢？或者说，老师啊，你的理论基础我信服了，哦，但是呢，他给你的福气，给你的赚钱，啊，你要为他做布施，做其他的功德，你为他做慈善事业的行善积德，你的事业会更有钱，你为他做的行善积德布施的收据拿回来要告诉你的儿子，那儿子啊，啊，你赚了很多钱，啊，那这个收据你看哦，这是造你的福哎。结果那一位信徒啊，回去就很认真的去做积德嘛，布施啊。啊，拿收据回来给他的儿子啊，他儿子啊，老爸，你把我身体生这样，没有自由，行动不方便，啊，你又那么多布施，你要让我活得更久是不是？你才会赚得越多是不是？哦，他这一句话很不准，又回来跟我讲。我说对了，啊，人在世间上是修行，啊，来世间上行功立德，有各种不同无形的福气，啊，无形的福报，那个赚钱才是根深蒂固啊。啊，所以这一位先生，啊，他的孩子，他问了为什么那么有钱？为什么那么有钱呢？啊，我就把他用意占一个卦，啊，用意啊，可以知天机。那我就帮他占卦，说你这个孩子。啊的，这么大的福报，啊，原因为什么会脚会有受残障？那我就跟他占一个卦，就是他的祖坟，啊，祖坟呢，非常的好，祖坟很有财，财气旺相的坟。啊，我说你这个祖先的风水出到你家，但是啊，啊，你的孩子啊，这个风水啊有受伤害，啊，我就让他占个卦，这白虎王
他就自己来帮他开一个路，旁边都坟墓。啊，这座坟墓呢，财很旺，水旺财旺。他为了方便，开个路，生了那个儿子两岁的时候，他就是开了这条路，就白虎方。啊，白虎方切到了，啊，路冲就来了，所以他会伤在右脚。结果到两岁，啊，一个小感冒，啊，吃药吃发烧，发到这了变成小脑麻痹，只有一脚，啊，就是这个风水伤到了。我要他把这个路，把它回去，啊，路啊，把它归为。啊，这个草地就好了。结果这位先生，他既然这样伤到他了，好了，他回去就把它挖掉了，把风水挖掉了。挖掉了，他的儿子开始生病，因为他的儿子是这本风水出来，开始生病，生病了，往生了，两年之后往生了。啊，往生了，他的事业开始又败，败到今晚其他落魄。所以各位同学啊，我们要大家学易经，五路财神，这个四路，哪一条路来？路来有煞事来劫财，有劫财的。所以要大家学习风水，了解风水，不然你不晓得。啊，横冲直撞，啊，为什么事业败掉了？因为孩子的根源，这个风水根源，他气很旺，气很旺，所以这是地灵人杰嘛，地灵人杰。把链子挖掉了，电线拉掉了，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福报不够。没有研究中华文化道统传统文化易经与风水学，啊，才有这个苦果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好多好多好多的智慧我们要学的，啊，不是随便说我要发财就发财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在民国七十二年一月十五一直走来，各种的印证，各种的各门派的风风雨雨，是是非非，我只一个坚持，凡事皆单。有更多人的意见过来，我一定要秉着天，凡事皆单。凡事皆占，你才能够知吉与知凶。啊，一般十方大众给你的意见，我告诉你，那都是考试啊，模模考考。若是你没有智慧了，就没有主宰。啊，当各位遇到有疑问的时候，只有求人。不如求自己，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。黄山老祖也已经给我们有这个智慧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哎呦，我很孝顺呢。对了，很孝顺是应该的，没有什么功德可言。但是你的孝顺很广泛呢，你把事业做不好了，那孝顺还是差了一大截。
啊，曾经一位信徒先生，他来求问王禅老祖，说他为什么事业很不好，他呢对父母都很孝顺啊，啊，几乎每天上班回来都陪着爸爸妈妈，他很孝顺，为什么事业这么不好？我说你在怪你爸爸妈妈是不是？他说我没有这么讲啦，但是你有这么想，你爸爸妈妈没有留很多财产给你，对不对？对啦，我爸爸妈妈啊，就生我们让我们读书而已啊，没有留下啊台北101那边的土地那么好的价钱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说是啊，你这个错误了。爸爸给你的财产就是你这个身体，这是最富有的。那么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孝，你的是小孝，是责任的义务，要更进一步的大孝，祭祀祖灵啊，祭祖啊，你要念经啊，回向给你的祖先啊，你要念佛回向给祖先，你要有法会，参加法会啊，将你的祖灵请到法会坛城来听经闻法。这是台湾人民愿我心中庙的神，因为你的爸爸妈妈，我们是种田的人嘛，啊，没有这个社会背景，都是要靠自己呀、啊，靠自己努力以外的，你一个很重要的孝道，就祭祀祖灵，祭祀祖灵就是念经嘛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以外还是要念经，来回向给你的祖先。祖先的灵光才能让你智慧增长，让你贵人广结善缘，不然爸爸妈妈、啊、他的是生下我身体给我们而已 啊，所以我们这些信徒啊，他师父那我懂了，那我以后会好好修行了，我不敢再去怪我爸爸妈妈好、啊，没有帮助我。你爸爸妈妈在种田嘛，总统一万里啊，起定一万八里啊，啊，一干有投票权算算出去，总统个起定俩有投票权俩，而且很多人选举啊，在选举的时候动头啊，候选人都动头啊，哦，你以为他很老啊，啊，动头了，结果选掉抬头啊，哦，抬头嘞。啊，我看到你弟弟 啊，你好啊，啊，什么议员啊，某某的立委啊，你很好啊，哎，你好，也不快啊，没得差别，你怎么动头啊？啊，要你一票就动头，过来呢，都压头，啊，你啊，拜托上，害头，摇头，是不是？重视，哎呀，下回书，所以这我不啊，讲了个，我不是去啊，这个伤害。啊，政治生活、政治工作的伙伴同朋友们，这是在告诉我们要自己修。你怎么修？一条路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以外，我鼓励各位来学易经。五千年来，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能够推广的这么完美完整，而且又公平与圆满。只有唯心圣教王禅老祖他的慈悲啊，给我们这一个因缘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处可安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事工作可顺心嘛。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讲太多太多话，出广长舌像不厌其烦的一直讲一直讲，有缘了你就接到了嘛。所以本人从民国72年1月15以来，
我凡事接单，我凡事接单。有的师傅，我又没有在看你在卜卦，你也知道我没在卜。哦，从你的讲话，我就未卜先知；从你的脸色，就可以知道事情吉凶；啊，从你的行为鬼鬼祟祟，就知道你得行水没稳。这就是凡事皆占嘛，要知一切法，你才能超一切法；你修一切法，才能成就一切众生。所以五路财神，五路，什么是五路？啊，五路呢？啊，不是东西南北中的五路而已，啊，就是不偏不倚的五路。天津，这是中路。好，这边东，这边西，这边北，这边南。啊，你要一定要记住，啊，东就是智慧，就是用光明的思维，光明。好，难，你要用热情热心奉献啊，服务。息就是心空，心空则祥，要包容，不是得理不饶人。好，那别柔性，北是水，是柔性，啊，就是谦，谦则贤也，不谦则，你跟他做事业绝对没有用，不就你挑衅你。啊，那么中道，天心，什么是中？啊，这是要修行，要有佛心、天心、神心及圣心的啊，这个修为。所以五路财神就是这样嘛，不是说哦，我拜大吉罗，先看天啊，不是这样啦。所以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要为各位来讲解五路财神经，在当下21世纪的开端呢，科技竞争时代，但是离不了心。你有再大的智慧能量，没有那颗心，很快自己就毁灭自己。所以五路财神的妙法，各位坚持这个东西南北，就是我们所集起来，耶稣他就是五路财神的示现者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悟到？你不会 yes？哦，也是，他就五路财神，啊，东西南北中是那颗心嘛，还是要看心嘛？哎呦，各位同学，心在哪里？学道、修行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啊，做事工作可顺心嘛，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的一条心呐、啊。所以各位同学们，五路财神经啊，我全部讲完毕了，要讲84节。你们听完毕了之后，你们再来诵五路财神经，马上可以应天心，人心应天心啊，了了分明
啊，你就知缺乏，你当下就活在护甲天下的唯心净土世界啊，即是功德天良。祝福各位，世世代万里民愿我心中妙地继续来讲解《鬼谷仙师五路财神经》啊，《财神经》的开头就是我们要赞叹黄禅老祖鬼谷仙师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然分明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这四句偈意义非常非常的深远，四句偈已经代表了我们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的地球，以太阳、月亮、其他星球啊，这能量的相引力，而也告诉我们进入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念头都有阴阳，都有善与恶，善是阳，恶是阴啊。这阴阳日月，日月日也是阳，月也是阴，最长生它就永远永远不灭的，即使我们人死了之后，我们在灵魂界里面，在空界也是离不开这个一阴一阳，一日一月最长生。在三年前，一个一年我们有信众大德啊，我们喝春酒的时候来告诉我的师父，他做梦好几次梦到他的妈妈和爸爸啊，住的房子没有门，在里面饿了很痛苦，从窗户看进去，爸爸妈妈在那边都没有饭可以吃，饿了像饿鬼道那么难看，而且连续梦了很多次。我说你们爸爸啊，妈妈再生人是很慈悲，但是他的念头，应该你们知道你们爸爸妈妈的念头思维，而且呢，你们这些兄弟姐妹啊，就做人处事让爸爸妈妈烦恼的不得了，所以爸爸妈妈死了之后，他自己就困在恶鬼道里面，问我怎么办呢？一面讲一面哭啊！我说很快嘛，我们每年3月26日黄禅老祖圣诞，我们都举办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7天。啊，敦聘啊，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啊，帮我们邀请了80几位啊高僧戒德一起来诵经来超度，让你赶快到仙佛寺报应啊，超度你的祖先。他说他以前都没有，都哥哥啊，在办。我说你哥哥没有这个啊机缘，所以哥哥他也没有办法。那你有这个机缘哦，那你就赶快报缘好了吧。
啊，说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就问我们，啊，说报名是不是要供养金？我说要啊，不然我请了那么多和尚高僧戒斗，啊，那么多人在供养，也要啊。哟，但是师父我没有钱呢，我没有钱没有关系啊，你先报名哦，超度爸爸妈妈要紧啊。我们的不是一下要多少钱，很便宜啊，啊，够用就好了，都一家人嘛。啊，所以我问他你做什么事？我们夫妻在帮人，有的打扫工厂、打扫住家而已啊，又四个孩子都要就学啊，所以都存不了钱。我就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没有得度啊，那么你们贵人就没有，那么你最起码自己念经嘛。那好了，我自己念经可以啊，超度呢也要超度，因为你自己的功德天不够，功德力不够，你必须要仰仗的修行走。而且我们每年都有好几百万部的大家诵经的功德来回向。我说没有关系啊，你先报了，若是三年内没有钱我也给你存了，你放心好了，啊，你真好玩嘛，不会啦，对不对？要拍摄啦，师傅啊，我没啦，没拍摄啦，阿爸你要烦恼过找我，我真是拍摄啦。哦，那好了，他就报了，啊，报了，有没有缴钱呢？我不要问。啊，等到第二年又水陆法会来了，他又来报，叔，我连去年的钱我都一起交哎，而且我都连利息哦，他就多布施了。哦，所以这两位师兄师姐，他说我报了又晚上我看到爸爸都跟大家一起吃饭，妈妈一起吃饭，很高兴，而且他也穿着海青哎，穿着海青在一起在用斋，哦，所以他就开始有贵人，打扫了什么，就更多人找他打扫，而且呢，都每个月都有很多的红利也给他，这是主灵不安，你祖先啊没安，哎呦，你做事业也是你我都不相信啦。所以各位同修们，啊，我们不是要各位你们什么钱，而是要各位你们的心，诵经、诵经、念经，回向给自己的主灵。啊，所以这个在阴和阳，而你在阴界的主灵不安，你阳界的绝对不会顺利，最长生永永远远下去的。啊，阴阳，你若不调和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和谐啊。日月光明的思想，黑暗的念头。哦，那么都是决定我们人的一生哎，决定孩子的一生，也决定我们的祖先。所以有的人不了解，哦，认为哇，哦，我们这个什么要超度呀？哎呀，你超度遐济人无欠甲你一个啦，但是呢，社会的幸福嘛欠你一个呀。啊，大家一起都平安，不是很好吗？你跟我来有要吗？有啦哦，啊，所以阴阳日月最长，可惜天理难分明啦，可惜啦，天理啦。这一次我们维新到账，啊，圆满了15,615件。所以老祖开示了勉励我，啊，娓娓道账3,000，风风雨雨7,000年，千锤百炼不偏移，
方有天理传世间，就中了那道风。风水学就是天理呀、啊，你不要去违背天理呀、啊，你违背风水学错了，莫要乱搞啦，莫要乱搞。啊，曾经有一位，啊，他是父母留了很多财产给他。那时候我民国七十二年开始的，七十四年，啊，就来五泉五街找我，啊，那时候嘞，啊，他来看了一个小小的，啊，店面的，啊，看了电猛是弄对平方砖，想问老师，啊，你违建犯，你这是从啥下呀？你也当安装哟？我今嘛无从啥，我都弄安装安装啊！哈哈哈哈哇，你晒他个鬼啊！稍晒他个鬼，啊，马桶的味道，哈、啊，自己鼻子塞着不敢闻呐、啊，啊，我哎呦，先生啊，风水就是天理呀、啊，风水就是天理，若是你违背了风水，啊，你绝对没有好过，所以顺天则昌。逆天则亡，天就出风水，违背风水的法则，你绝对也完蛋。哦，他问我说：“老师啊，无你个卜卦法呢？我工厂好不好啊？好啊，我好啊，我还占一个卦看看。”结果占出来了，我讲你的房子工厂，你前面。有一个刀，人家的围墙，啊，人家那边的工厂，啊，都建射进来，心脏病，啊，胃出血。开始咬。有老师啊，三号人还厉害哦，三号人都知道天机了嘛，就知道天机了嘛。站起来，朱雀是火，动来克，你们死嘛爱死爱半条命啊！啊，我讲，你心脏病来了，胃出血来了，胃出血，你就会影响到你的心脏病。就哎，师傅啊，我最近鬼怪怪哦，啊，你不是讲风水无内容？哇吼！我头前这个人足无理的啦，三个月前家起这栋厝，起安尼，为啥物呢？因为伊个土地都生三角形嘛。我那怎么办？我的前经理爱败，很快就要败掉，一箭穿心。哦，你咽不下这一口气耶！啊，而且这是箭是火星。来客啊，所以这位信徒先生，后来我等考虑看的啦，我无爱你的钱啊，考虑看。哦，我甲你八卦，随你的缘，你的布施钱伫啊，你甲落落在面头就甲你落，我无是爱叫你来坐啊。伊讲我等看卖咧啦，我灵感我若有，我才过来落啦。灵感我才来落啊，我讲吼。你这条供养油箱钱，嘿，我趁你袂着啦。你讲会啦，无问题啦。结果回去还不到半个月，死翘翘啦。安尼趁会着无？趁袂着啊啦。我这都风水学嘛，到尾太太来，啊、哦、来问，王太太来问我，我写为这条图啊呢？吼、哦，这厝云太太去病着，啊，我足奇怪，
我边仔写医药所，啊，伊就走来遮问，来问我，我啥物写医药所？好，我有电话，伊就来五前五街催我，问我老师啊，阮先生哦，啊，你这个顶阵仔都转去啊，心脏病、心肌梗塞、胃出血，所以往生落来。我看到这张图，毛毛了，啊，你又写了说心脏病，啊，胃出血，啊，那毛毛。我甲恁翁讲啊，恁翁都唔信啦。哦，而且会拜，讲哈，阮翁表面看好看，现在他死了，所有借住拢到位啊。啊，厝卖咧嘛不够来还债啊。啊，原来你还没盖房子，人家家都已经围墙，渐渐围墙做过十年啊。啊！你盖房子，你家己富士嘛？你人咧讲，好，我咧大嘴开开啦，可以食四方啊！啊，伊讲我嘴开开啊，口开开啊，用食四方啊，我食屎就有啦。我甲伊讲啊，伊讲老师，收到人讲话哪歹听？我讲我若讲好听，你就袂相信；啊，讲歹听，你搁我袂信。啊，等下死。你就知好信，所以各位同修，啊，我们这个五路财神，你有咧命，所以三分之一风水，三分之一命，三分之一打听，啊，算命，三分之一命，好，三分之一打听。三分之一风水，这拢是财神的大地位的，所以五路财神，其中一位财神，孙膑的风水学嘛是有够一流的啊！哦，他还是常常干地开始，中心的工厂。要发财，一定要叫阮师傅来发啦。因师傅啥人？啊，房产老祖啊！干起伊就讲，哎，准叫阮师傅来发，啊，恁都会发，哪无要发呢？迄会发个，发个啥？倒霉霉运了都发个啊嘛。所以这个也是五路财神。我们今后要为各位来讲解五路财神，八八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都一年，每一卦我都会用一节的时间来开示给各位了解，逻辑合起来，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五路财神。所以五路财神在我们家里嘛，五路财神呢。我们家里有五路财神呢，是啥呢？啊，一个房子，啊，你的正中央后玄武，前朱雀，啊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中。戊己、勾陈，这嘛是各位家家户户拢有一尊五路财神住伫恁家，你知无？啊，恁有收着无？啊，这房子的正中央就中路财神，啊，你着虎边虎平，右边白虎，啊，白虎王。啊，都是爱静，爱静。啊，既动，你若动，五路财神，伊个过袂掉啊。啊，那么呢，龙平，啊，爱动，龙平要动。
啊，你财神甲你顾，你顾会了啊。啊，后面玄武要进，玄武起起口口，我们风水学里面都讲了很多了。前面朱雀马一进，朱雀那东，官司是非一大堆。这东西嘛是五路财神呢，恁兜的五路财神啊，你要对找五路财神，你捌去想着无哈？哈，捌想着无？啊，曾经啊，在以前我开始营业没有多久，啊，因为拜五路财神呢，啊，拜五路财神呢，哦，用财神大大仙哦，安偌灵哦，啊，结果。噎了嘞！啊，哎，这土地公安在这，土地公啊，前面就是鸡台，啊，这煎台，这土地公的正面头前。这种厝的两边，做玄武两边，啊，你两边东很好啊，东是吉啊，啊，记在你这个位，来来叫，没有错。结果土地公去安家，啊，那先生甲讲你这，会甲你到处乱开啦。哦，大家好，土地公精嘛，哎，有道状会。啊，土地公是小会，所以这白虎嘛小会，哎，但是面头前土地公的朱雀啦，土地公的朱雀，土地公的朱雀头前，来，手切断去啦，哎呦，哦，啊手都切断去。哦，我咧，到尾咧，哀求，唔知要安怎，啊，走有钱有这找我，我无多啊，啊，这都风水嘛，手多手切断呀啦，事业你要安怎啊？这嘛财神呢，你家的五路财神就风水大师啊。你给摆错了，没多久了。好，问了怎么办？啊，这手断了怎么办？啊，你这手敢没撞过？没撞嘛。哦，所以你要发财怎么发？各位同修啦，王禅老祖啊，传妙法，风水学跟易经的妙法，这是道道地地的五路财神。家里嘛五路财神，十方嘛五路财神，土地公嘛五路财神，啊！你按土地公，一是五路财神，去到位安尼，结果你风水唔对伊，嘛是切断伊啦，五路财神，是咪？咱人拢忽略咯，一直都外求，不知道自己往内修，不知道自己。那如何真正搞五路财神天人合一，就是大家学易经，假学真真假假，搞五路财神天人合一的上圣智慧啊！祝福各位。